安装下啲水啊，阿表听人攰嚟斗我佢。先生，你哋知唔知道点安装数码电视啊？诶，唔识，唔使担心，我帮你哋啦。边个帮嘅电视节目咧系数码化啦，你唔使担心睇唔到啫。因为咧有三种方法咧可以俾你睇到咧数码电视。哦，诶，阿你慢慢讲，讲卡清楚啲咧。第一。 当你咪新个电视嘅时候咧，你要check一下呢个电视咧有冇数码电视嘅标签。如果有呢个 sticker 嘅话咧，就好办啦。将呢个天线咧同埋你个电视连接好，然后咧你做一啲简单嘅设定，就可以睇到咧数码电视嘅节目啦。第二个方法更加简单，如果你个屋企咧有 StarHub 或者系Singtel嘅话咧，就代表你个电视咧已经可以收睇到数码电视啦。 诶，阿嗱，我系电视冇迄个 sticker， 阿个冇迄个什么 StarHub 啦、Singtel、迄个电视、电户，阿、啊、算你是要安怎？呢个咧系第三个方法啦。普通嘅电视咧，用天线同埋数码接收器，同电视咧连接好，所以经过咧简单嘅设定，就可以睇到数码电视节目啦。就是这样啊，简单，大家都要赶紧哦。 将这件事办好时，才会使继续收看电视台的节目哦。